面对他都行。看哪里？真的，仍然是黑寡妇哈，那这是意境，意境，意境。怎么说？你说，男追女，隔座山。再再再，下一句呢？下一句，他是这样子的：男追女，隔两座山；女追男，隔。打 OK OK， 要讲好不好？对啊，讲一半干什么东西？来，绿茶，我觉得它呈现一种 show off 的感觉。什么意思？他可能就是买了一个新的内衣，新的内衣，性感内衣，呈现给大家看，说你们喜欢吗？等下先问一下，站女，这是内衣吗？对，你的内衣长这样，就比较不一样的，就是法式内衣。法式哦，法式法式。哎，这个再下来是什么？再下来，再下来就蹦啾，这边这边是不是可以解开？那是一个绑带哦，是连在下面没有？没有没有没有连这个哦，这个网友这一张大张的25000起跳，好不好？这真的蛮厉害的。来那个小变态，他应该是用可能他讲头发，你看他摸了一下头发，他可能是用头发来掩饰自己，他其实在显得自己有一对。大胸部，知道吗？他其实想表，他想会修饰，我懂你意思，会修饰一下。我想不出什么好的词汇。他这应该就是说，大家啊，我头发烫坏了，对，最近头发很毛躁之类的，谁来滋润？对，什么之类的，谁来滋润？或是我想睡啦，谁能陪我？什么之类的。我刚才把那个转到很好笑，你又转一个不好笑的。因为真的有人会偷闻，就是说，哎，今天谁能陪我？没事，不要插嘴，好不好？我们有办，你看吧，是不是？果然是头发，头发变短的，不是这。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呈现？因为本来头发是遮住。哦。偷头发的原因是？因为我们就是 po 其他照片，然后完全没人发现我剪头发。然后我这样，所以来这一招的。小姐，对啊，这张会有人发现？没有，因为前面的都没人发现，所以我就干脆写上去。OK， 那这张人家有回答说？没有，就回的都是内衣。对不对嘛？对啊，就是好漂亮什么之类，哇，好美。你发现我头发变短了吗？哦，内衣是用头发剪下来编的。哎呦，三围可不可以再报一个大家听一下？30G22232。那你这套多少钱？没有，这套就是其实是他算是业配我，哦，送给你的。哇塞，你不要再插嘴。他请问 ，G G 买得到吗？就是因为欧美。平常买不到，就是很难买，所以你都要去国外买。不是，就是因为一般的内衣啊，就是 G 的款式都超丑，就是阿玛，然后所以我就哦，因为一般 G 它这边都很宽，对不对？对，也不是，就是款式很丑，是是是，很土啊，对。什么芋头？你今天穿的款式也很正，你今天有穿吗？怎么看得到？真的假的？请站起来一下，请来中间一下，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的美，来中间一下，哇哇。我觉得头发要拨开哦，往后拨，对不对？哇哇塞！李毅很久没来了，傻逼数一下，跟李毅打招呼要用跳的，对，面对他。哇塞！哎，机器人，我可以以后来这个节目吗？我不走了，不理眼线，他掉来先掉。可以啊 ，OK 嘛？是，哇，开心吗？努力好好，我也要唱。他这个眉毛是不是啊？很厉害。哎呦，痔疮痛。什么？谁痔疮痛会痛到这种脸？女生都是这样。便秘吧。OK， 来，你们觉得他在干嘛？不好笑，请不要发言。哇，你要冲第一个是不是？冲第一个，冲第一个。今天工作，先讲，先讲。今天工作忙碌了一天，好想睡哦，啾咪那样子。你声音要怎样？第一个。不回应，我觉得不回应很屌。还是比较直接，就告诉我，你告诉我这是。没有，我都是直接啊，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是要跟粉丝就讲说晚安之类的。而且他们晚安最可恶什么？晚安的妆还。对对对对对。
哎，那个变态大王没有，而且发这一种照片，我现在讲变态大王，你也直接接，对，我接了就完全沉默不讲话，我就直接接。对，因为他们通常发这种晚上睡觉前的文，他们非但化妆，他们还要标记素颜，这是像一个女生很奇怪的一个行为，就他们会标记说素颜，然后说这样是素颜。我也觉得每个女生在拍某一个东西的时候，或者他们想讲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他们都会把胸部呈现。对，为什么若隐若现？这是一个礼貌吗？还是那是礼貌？哦，可是我觉得这张算客气了，真的算客气。这张重点在脚丫子，嗯，还在磨脚的那个有没有？脚趾，脚趾，削脚皮，是不是？这个纹好像蛮长的啊。还有你看，出售本人，养不起太累，手续齐全，会穿衣服，能打扮，生活能自理，有钱会败家，没钱会在家。你好像叫麦哥，带得出去，能不能带回家看你本事？出了厅堂，下了厨房，还有呢 ？OK， 有意者欢迎洽询黑猫包邮自己上楼，全球绝对限量一只，有没有要领养？带上红包以下开放竞争，没有人要的话，我晚点再问一次。你有这么急啊？没有，那其实是那个其实是一个点点点点点，然后他们就会继续点那个继续阅读。是是是，还有那个没人要的话，我晚点再问一次。你就觉得太累了？对啊，太累了还可以这样的脸啊，不然要怎么脸？太累就这样啊，就那样就不美了。可爱装可爱，女生一装可爱，对对。这样子的话，应该谁会想到？谢谢你耶。好，是 Amber。为什么还会站着呢？虾松，你真的准备好了吗？今天我们要来做生菜虾松，帝王客的油咖喱。生菜虾松成功！我爱谁？哇，刚刚那首歌真的太好听了，对不对？爱的人。六颗星，电影与你知，他不开心我更要陪他。想一下什么是花椒滋味。你是忘记这水水进来吧，还是害怕想起来？你所不知道的是，我是你的珠宝窃贼，噔噔噔噔。更困难的是，下次再见喽。什么留言都是骗人的，错误的。特写一下，特写一下。留言终结者，我就是老天预防病态的大师，自然好，自成一下。